王旗居准备好咧，跳出嚟嘅时候咧，都出得好齐。大运舞台中间快啲，咁啊中间仲有星梦啦，咁啊内栏蓝天飞马飞来猛，中间又襟又准，黄衫平天眼出边猛咁骑嘅。再见到后一阵嘅马啦，内栏咧仲有呢个红旋风，中间灰马含碎密码，外边咧就电光火石啊。尾五就胜将红心，尾四奇珍啊，尾三咧就系嗰只真好汉内栏，出边吉祥啊。咁啊，暫時大包尾咧就係嗰只紅寶仔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轉呢個香港太學院彎啦。星夢就內欄，咁啊平天下咧就埋唔到欄，一路騎住第二位。落後咧個幾身位，第三位內欄咧有呢只又襟又準啊，拍住大運舞台啊。第五位一對熱門啊，內欄藍天飛馬，黃衫咧響佢出邊就飛來猛，再後邊灰馬就含碎密碼，數後啲咁啊，綠色衫內欄紅旋風出邊點光火石，後啲先有勝將紅心啦，真好看尾四尾三吉祥，後邊兩隻奇珍紅寶仔。入正之后直路前面一队咧有呢只就星梦斗紧平天下，咁啊埋边咧蓝天飞马追紧上嚟噶啦，中档位置仲有飞来猛，跟住飞来猛后边咧就系呢只含碎密码，最后百零米星梦走甩咗两个身位，但系飞来猛咧都飞紧上嚟噶啦，再见到含碎密码亦都喺后边，内栏咧仲有蓝天飞马，最后五十米飞来猛赢就赢紧噶啦，第二名睇下边只啦，含碎密码第二啊，第三名外边追上嚟吉祥啊。第四名就係呢只藍天飛馬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咧，呢只飛來猛，咁啊結果佢就走中檔啊，一路二搭有遮擋，但係第五、第六位中檔透出咧，就一路騎上嚟拋甩對手贏馬噶啦。第二名含碎密碼依家都仲係佔先噶啦，外邊追上嚟吉祥第三、第四藍天飛馬，莫雷拉食埋個尾虎收場，咁啊今日贏夠五 win， 臨尾都仲有36蚊添，含碎密碼第二。吉祥跑第三，藍天飛馬始終都係停過貨跌咗榜有啲影響啦，只係能夠跑翻個第四啫，差我幾步就頂唔住個位置。係啊，飛來猛，因為有隻三號喺度，咁啊令到佢冇上次咁熱啦。上次十幾蚊，呢次有30幾。哇！前面兩隻星味就可能覺得藍天飛馬星味就強啲啊。但佢就即係變咗佢近期一路冇跑嗰個狀態就有少少疑點。佢就穩定進步，都贏得都幾輕鬆啊！輕鬆啊！不過係咪前面啲馬又扯得散啊？海納跑第一名係四號嘅飛來猛啊，獨人派36.5位置派14蚊，跑第二名五號嘅含水密碼位置派22蚊，跑第三名12號吉祥位置派141蚊，連贏位4搭5派158.5，三紅彩4號、5號、12號派10,585蚊，單貼派3,117蚊，位置嬌4搭5派48.5，4搭12派316.5，5搭12派872蚊，跑第四名係三號嘅藍天飛馬。大魔食咗美虎啊，上翻榜首咯。三邊啦，咁啊，阿方哥贏咗幾場，咁佢今次翻翻嚟沙田到佢贏翻幾場啊？睇下騎師王嘅預計賽果，一號嘅莫雷拉76分，大熱蜂王76分，係啊，五 win 唔係佢紀錄啊，試過再勁啲有啊，我唔記得啦，好似未算最高。今日大魔隻隻場場啊，出嘅馬都有馬可以喺度喎。不過今日三邊都係莫雷拉，係啊，贏嗰啲都係莫雷拉跑位置，就其他騎師。嗯，當中打黃牌嘅兩隻馬亦都順利贏啦。咁步步有就唔使打黃牌啦，咁樣嗰場唔使係啦，得六隻馬。打黃牌，大家紅同飛來猛咧都已經贏咗咯。飛來猛今季越跑越進步啊，超勁啊！佢已經贏今季第三場頭馬噶啦，係啊。升上三班之後，其實佢輸過唯一一場跑第四，都係因為沿途四搭望空咯。嗰場就係輸個際遇咯。咁跟住之後好翻嘅際遇咧，已經表現到佢嘅能力啦。40,890蚊，四重彩係派26,783蚊。分隻12啊，四重彩。係啊。吉祥，好難。分隻新勝馬。好難，好難啊！我自己覺得好難。13。係難。因為上次你諗住佢都係，set個好位又唔係話好快咁樣，好似賺咗個形勢咁啦。同埋可以揀嘅馬金場都好多咯，變咗就佢就好好分啊，99倍啊，新勝馬99倍。冇喎，結果咁佢都係外檔佢你前面快咗，佢就會擠一段咁樣俾佢追到個位置。睇下嗰兩隻點樣鬥隊啦。巡邏影片出閘都唔係幾好啫喎。係咯，嗌咗出去。
前面快啲嘅就係中檔藍衫嗰只星夢啦，出邊嗰只平天下多得你唔少啦，一路咁頂住嘅。咁後面啦，又襟又準，入邊嘅金色衫咧就係飛來猛啦，再埋邊就係主要對手嘅藍天飛馬，直路都有少少阻滯嘅。外邊粉紅衫黑帽大運舞台，後邊咧就係電光火石，再後一陣啦，灰馬咧就係含睡密碼啦，出邊勝將紅心，入邊就紅旋風，包尾四隻內欄真好看，中間奇珍，出邊吉祥，包尾紅寶仔。一人入到嚟直路都可以睇下後面嗰啲馬有冇得追上嚟啦。譬如好似咩真好漢啊、紅旋風啊嗰啲馬。嗯。哦，吉祥真係幾厚下喎。真好像好似唔係好規矩喎、啊，我就想。係、嗯、啊，仲有三疊啊，灰馬嗰只你一掟大彎啊，咁都第三，你冇得好講啊。一齊出去就係紅寶仔啦。冇錯啦，打緊左手邊就係平天下，睇下係咪都夾到一下偉達。少少啦，佢都係轉入去攞嗰個位嘅，其實偉達。嗯、但係臨尾佢揸落真係唔多，我諗始終都係即係停貨跌榜嗰度對呢只馬有影響。又襟又準又係跑得好嘅。今日蘇偉賢兩隻馬，一隻欖球鑽石，一隻又襟又準，都係跑得好差。有冇事咧？可能都係有啲事。行圈就好醒噶嘛，真係。第二段比標準時間快咗一秒嘅結果，咁睇下賽後報告有冇啲咩講下咯，咁樣搞法。暫時咧都未復榜噶。其實星夢都幾叻嘅，有咁快咯？佢貼住條欄，平天下一早就散咗啦。佢貼住條欄，佢都頂、嗯、頂咗一輪，佢先散。但佢就冇意識話想留一留咁樣咯。好啦，復榜佢撳唔到啊，根本都又馬拍上嚟，一路就順住佢走。復榜完畢，排在作實位置 ，Q 四搭五排四十八個半，四搭十二排三百一十六個半，五搭十二排八百七十二蚊。四連晚派八百九十蚊。四重彩是派26783元。孖寶十場十一十一場四中正派63元，十場十一十一場五外圍獎派33個半。大媽Tila派53636元。三部正獎派2506蚊，外圍獎派954蚊。六環彩普通獎派2743蚊。六寶係點咧？都唔係到喎，34034蚊。可能有一關都是大家過一隻嘅啫，步步有，步步有過一隻啦。騎師王嘅最後賽果，一號嘅莫雷拉76分封王啦，又再次高分封王啊！莫雷拉，係啊，而睇下嗰三段快到13秒5、21秒09、23秒31啦，呢三段已經快咗1秒4啦，跟住末段23秒99啦，末段慢啲，總時間1分21秒89，總時間係快於標準時間5.1。